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除了往期分享的 Picnic Island 和 Dolphin Island 这些可直接入住无需额外投入的私人岛屿外，本期推荐的 Little Norman's Cay 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成熟投资机会。 Little Norman's Cay 位于巴哈马的埃克苏马群岛北部，距离首都拿骚仅约一小时的私人飞机航程，交通极为便利。岛屿周边的新建精品度假村配备了5000英尺的私人跑道，具备海关和移民服务，方便国际到达。该地区还设有深水超级游艇码头，方便大型游艇停泊，在享受私密度假时亦能轻松出行。 Little Norman's Cay 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，曾在1970年代末成为贩毒网络的中心。随着政府介入，岛屿逐渐恢复平静，如今已成为一个奢华的私人度假胜地，吸引着全球高净值人士的关注。岛屿的历史赋予它独特的魅力，也为其增添了吸引力，成为具备文化和投资双重价值的项目。这座占地约40英亩的私人岛屿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。北端的白沙滩延伸超过1000英尺，形成了一片独特的沙洲，是岛上的亮点之一。岛上的起伏丘陵海拔最高达50英尺，提供了多个绝佳的观景点，适合未来的开发。岛屿四周环绕着晶莹剔透的碧海，呈现出一片宁静且无与伦比的热带天堂景象。 Little Norman's Cay 的主屋建筑采用了巴哈马少见的美国西南土坯风格，与岛屿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。主屋坐落在东侧山脊线下方的西侧海滩旁，私密性佳。主屋面积达7200平方英尺，共有5间卧室和一个私人中心庭院，营造出宁静的居住氛围。主卧位于二楼，附带开放式浴室，浴室设有独立的淋浴和浴缸，视野极为开阔，可以俯瞰碧蓝的海湾。其他4间客房则分布在主屋的底层，设计上每间客房都有充足的自然采光。不同浴室的设计保留了复古的魅力，装饰着独特风格的马赛克瓷砖，呈现出一种优雅而古典的氛围。厨房和用餐区布局合理，采用了质朴的乡村风格，配备现代化的厨房电器。起居区的天花板采用手绘拱形设计，增添了艺术感，适合家庭或朋友聚会。岛上还配备有影院和台球室等休闲设施，进一步丰富了私人岛屿生活的趣味性。户外设有多个宽敞的休息区，配有遮阳设施。与主屋相连的泳池区是娱乐的核心区域，泳池边设有舒适的休息椅，周围景色秀丽，为户外活动提供了完美的环境。客房楼分布在主屋两侧，分别为一座840平方英尺的一卧一浴主客房和一座700平方英尺的两卧两浴客房。连同主屋总计8间卧室供主人及其客人使用，提供了足够的隐私空间。岛屿的基础设施全面，能源依靠太阳能发电，并有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，保证能源持续供应。岛屿设有嵌入石灰岩的私人码头，适合停泊小型船只。岛屿周边的海域适合多种水上活动，包括浮潜、钓鱼及划船等。码头区有一座1200平方英尺的两卧两浴室的管理者住宅，连同其他几座小屋，共有7间卧室和浴室。服务区还包括一座1800平方英尺的餐厅及游戏室，3400平方英尺的仓库，以及950平方英尺的船库，设施完备。Little Norman's Cay 融合了优越的地理位置、丰富的自然风光、独特的建筑风格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，且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，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高端私人岛屿项目。该岛为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询价。我们下期见。